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33期的节目。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做铁工厂推出的IF 第45号的作品啊，凯狮子丸，名字取得非常非常的霸气，有一个武士头盔的一个水墨的一个涂鸦在这边，两色都有，非常帅气的一款玩具啊。从后面来看呢，这个非常霸气的一个动作啊，武士刀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中二的，我不是说中二的人会喜欢，就是说会让人变得很中二，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一个帅字了得。那么呢，铁工厂一向为人诟病的载具形态呢，它的话呢是一个狮形态，不知道是铁工厂自己心虚还是怎么样啊，试图的呢把它隐藏在这个彩图里头啊，我还一度想要奇怪，这拿起来的时候因为有点老花，还看不到狮子在哪里啊，原来是藏在这个地方。不过我可以告诉各位哦，这一款的狮形态呢绝对不差，真的不差。那的我的话呢，直接的呢将这个一些装备啊什么直接的都配在身上给各位看，给各位看一下，这是我觉得它算是很帅气的动作之一了啊。你可以看到呢，首先它有一把武士刀，然后还把这个剑鞘呢可以安插在裙甲的话呢，两侧其实都是有洞的，你可以做一个互换。拳头的话呢，两手造型不同，这边是一个，这是一个张开的一个手掌形态，另外一侧呢只是把这个武器呢给握紧的一个状态。这个的话呢就往前面啊，似乎要跟前面的对手呢做一个战斗的一个动作。因为我自己的话呢，我很喜欢玩噬魂呐、啊，还有这个 Soul Calibur， 所以的话呢，对于这个刀剑格斗的这个动作来讲的话，我还算是比较会摆的。所以这一款玩具的话呢，对我来讲的话，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合我的口味。那么呢，除了这两个手之外，它还有其实它这一次一共附带了四种的一个替换手。那我们就直接了当给各位看一下。首先，这是它默认的一个握紧的拳头啊，在变形的时候呢，建议还是换回这个。然后呢是这个握住武器，这是可以握紧的。那另外有一个是握不紧的啊，这个是为了让这个剑指的动作呢，因为它本身呢拳头的话呢是不能够转动，它拳头的转动是靠的是这个地方的转动啊，而不是前面拳头的转动，而且它手是没有办法前后这样子动的啊，所以它另外做了一个剑指的一个拳头的这个手。那么这个动作的话呢，如果你玩过Soul Calibur 里头御剑平次郎的起手式呢，就是以这种握姿啊，可以说是非常帅气的一个替换剑了啊。那另外最后就是这个替换的一个手掌。那我们的话呢，就看了这几个配件之后呢，我们就来不过我要提一下啊，我是不太清楚为什么他们这一次的拳头不直接从这个地方做一个拔叉就好啊，然后还要做到整个连这个狮爪一起做，整个配件这样一大块啊，我是觉得还蛮有点浪费吧，是不是设计上有什么困难，不能够直接坐在前面这个替换的这个拳头部分，我不是很清楚啊。那各位如果有这个高见的话呢，还请给我一个回复。那我们来看到这一款玩具的一个可动性啊，分件的话可以说是非常的多。首先的话呢，我们先看到它的一个头部啊，顺便也看一下细节吧。它的头雕呢是一个深蓝色为主色，黄色的眼睛啊。那脸部上银漆的部分呢，出乎意料之外啊，以铁工厂的玩具来讲呢，这一次的涂装可以说是做到比较一丝不苟，算是非常好看的了啊。胸口的金属红也是非常的显眼，两侧造型还不一样啊，还有银漆跟这个黑蓝色的一个涂装，胸口这个地方有这个铁灰色的点缀啊，整个腰身也收得非常的细啊，可以说是非常美型的一款玩具啊。再来的话呢，两侧的肩甲造型也是不同了，这一侧是比较简单，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条尾巴，那这个尾巴这个部分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啊，你喜欢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一个转换摆动啊，甚至的话呢是把它给推到后方去或怎么样都行。那这个部件的话呢也是有一个双动关节，你要把它垂下来也可以啊，或者是把它往上推啊，这个是端看个人的需要了。那么另外一侧这个狮头啊，你扯太用力了啊 ，sorry 了。这个狮头的这个肩甲的话，你看到没有？最大的一个设计亮点就是它把领导模块，这对，这是一个领导模块呢，做成了一个狮头的这个头冠。这个设计我可以说是整个玩具里头，我觉得最有诚意、最漂亮的一个设计在这里了。那上方这是金色的这个头冠的甲胄，那这片部件的话呢，往下掰一点的话呢，这个可以啊，其实它是分件的，它这个部件往下面掰啊，它是跟这个嘴巴是可以分开行动的，但是在人形的肩甲状态下呢，这一片部件呢，我是建议把它往下放了啊。那眼珠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涂粉红色的涂装啊，这个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梗，我就不是很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稍微有点小娘炮的一个设计。腰身的话是可以转动的啊，腰的话是可以转动的，这里完全可以转动。
然后你看它这个腰很细，然后腿的话呢，变形的需要呢是要反转到后面，所以它有一个外摆内收。这里呢，膝盖的话呢是一个双动关节。那啊，对了，手肘也是双动关节啊，这个都要特别去提一下的。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你要做出一个高跪姿呢，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了。我就因为放下去的话呢，就感觉是 ，OK， 离画面比较远 ，OK， 你知道就行了。它的一个可动来讲的话呢，算是比较好的。动作的话呢，由于造型设计好看的关系，所以怎么摆的话呢，都是属于比较漂亮的。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狮子丸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这个替换手的部分呢，我们必须呢把它换回原本的这个默认在里盒子里头默认的这个拳头的一个造型啊，不对，我装错了啊，这个是应该把它给伸到这一侧，这样子装，这才是正确的。另外一手的话呢，一样啊，它呢是必须从这个地方做一个拔叉啊，而不是在我们比较熟悉可能会以为从这个地方拔掉啊，并不是的。好，那在变形的时候呢，我个人的习惯吧，这个我会习惯从下半身先开始，因为下半身你要做两个翻转啊，首先的话呢裙甲的话是这样子啊，裙甲在这边把它往上面翻上来啊，先到这就行了。然后呢把这个脚的话翻转，这里再翻转啊，两次的一个翻转，这里翻一次，下方再翻一次。然后这个后面这个腿部的话呢，就你就到时候你就是看着办就行了。那主要是这个地方还要往后面折，然后呢这个脚爪再往前放啊，你只要记得这个动作是记得做一下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可以往后面推上去，再往前面折下来，好，这样子 OK， 你只要记得这是一个大原则，从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呢，腿部的一个变形呢，原则上已经算完成了啊。再来的话，我们就进行这个头部呢，头部只要做一个180度的一个翻转就可以了，到后面。然后呢把这个胸甲这个部分给打开，然后这个肩甲呢跟这个两侧肩甲通通往上面抬起来。再来呢把这个手的话呢，这个地方是往下面折进来就可以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推杆可以往上下推的，我们把它往下面推下来，然后呢转到这下方。那这个拳头收进爪子里头的话，这个就非常简单了，这个就不需要特别多做说明了啊，这个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到这边。那这里要记得就这两片部件是往下面翻下来，记得啊，它这个裙甲本来是翻在下面，这个把它翻上来，然后呢把它盖住。它的这个按照它的一个合会来讲的话呢，这两片这个原本的裙甲呢是要去盖住这个红色部件，大约啦，大概把它盖住。好，那这个腰身应该是可以动的，所以你要稍微把它扶正一点，转正一点。接下来就是剩下这两片的一个头部的这个部分跟尾巴的部分，那非常简单，你只要顺着这些啊部件呢把它扭到后面去就可以了，到这边扭到后面来，到这里。那它因为它造型不太一样，这里是有一个凸啊，这一片是没有的，你看两侧造型不一样，这边是一个金色的弧形，另外一边只是一些部件。那把它推到身体的中间之后呢，然后这个部件啊，这个地方这个这一块这个中间这个凸这个部分呢就收到这个地方这个凹槽里头。那它中间的话是没有这个卡扣的啊，就只是放下去而已啊，并没有任何的卡扣，不能够扣在一起。那我的习惯会把尾巴往上面翻啊，利用根部的一个球形关节，我们把它往上翻就可以了啊。到目前为止呢，会看起来它还是比较松垮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接下来的话把这个狮头的话呢给放上去呢就会好很多了。狮头的话一样是只要往前面转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你应该会发现到呢，这个人物的这个 Pride 的头呢是完全是 就没有任何变形过程了，就到这。那以及它上方这里有块部件，这块部件记得把它往后面翻，往后面推下来，好的，就是盖住它的一个颈子的一个上半部啊，到这边。那么这一款这个凯狮子丸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哦。那这个部件呢就是要提一下，这个地方是可以张开的，那这块部件呢可以额外的，你可以只把它往后面盖，那嘴巴不张开啊，或者是把它放下来盖住。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部件的话，这块部件应该都是要去挡它的这个头的。那在这个整个变形过程当中呢，说明书里头提及的部分呢，就是这个后腿的一个翻折呢，可以说是画到一个让你会觉得说到底这是在变什么东西啊，其实它只是两个一个翻转而已，就完成它的一个变形了啊。那我们就最后就是把它稍微的去调整一下，把它的一个身体四肢的部分呢往身体来做一点靠近，那这个兽形的腿啊什么的，这个完全凭你的想象呢就可以把它完成变形了啊。OK， 这个就是我们凯狮子丸的一个兽形的一个形态，记得呢把它给压下去。那这个比较可惜的就是它的这个武器的话呢，其实你要放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只能够选择的话呢再次的把它放回原来的一个地方啊，不是不行哦，其实我觉得也不难看，
啊，我觉得也不难看，我们可以把它给背上去。OK， 它是一把，它是一只有背着武器的一个狮子，稍微试一下好了。嗯哼，好，这样子。OK， 那调整一下机位给各位看一下哦，拿在手掌心上给大家看一下了。这个就是它那个兽形态。好，那么呢，我会觉得蛮讶异的，就是说呢，它的身上呢，其实呢，卡扣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少，特别是后面这一块，跟身体的话呢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结合部件的。那这个兽头的部分呢，跟整个这个机械的头来讲的话，真的都没有什么卡扣，完全靠的就是它本身的一个关节的一个松紧度，我就觉得非常冒险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胸甲这个部分呢，按照说明书的方法好像是要往前面推吧啊。那么呢，这个本身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卖点还是在于说它把这个狮子的一个鬃毛啊，变成了这个武士的一个头盔，这个我是觉得是蛮好的一个设计亮点。那你说它的可动差吗？其实也不差，它这个前肢的一个关节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多。你这样两手张开，OK， 它的一个兽的一个形态，完全还是有该有的动作呢，大部分呢还是都能够做出来啊。当然你要再做什么小狗撒尿啊，或者是其他那个这个什么用脚去抓脸的这个动作，当然是比较困难，这个就不要太苛求了。但基本上呢，一个兽形的一个变形金刚该有的一些展示性的话呢，它还是都能够做出来的，而且重点还是一个字，就是非常的帅。然后领导模块的话就是顶在头上啊，就感觉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造型啊。然后这个尾巴的部分呢，你稍微把它往后面这样翘起来，霸气度呢，我认为还是有啊。那盔甲的一个配色，这个金的一个配色来讲的话，也还蛮有这个武士的这个盔甲的一个感觉，红白啊，这样配起来非常朴素，很标志的一个 Leoplay 的一个配色。整体来说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这一款在美型度上，特别是人形上，可以说是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那么在兽形态的表现的话呢，我只能说本来我是真的觉得应该是会很糟糕，可能一趴变形就了事。没错，它确实也是一趴变形，但是把玩起来之后呢，它的一个美型度的表现呢，真的都比我预期来讲的话呢还要来的高分非常的多。那以造型的一个加分点来讲的话呢，最帅的还是把这个领导模块呢变成一个头冠顶在头上的这个设计了。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